国女星 Angelababy 与黄晓明离婚后，全力专注在事业上。不过人红是非多，她一直以来饱受酸民们的谩骂，除了经常被批评演技差，更有人认为她利用黄晓明的人气，让自己也获得如今的咖位和粉丝。毫无证据的指控让粉丝们都感到很莫名其妙。日前 Angelababy 透过 IG 限动分享了自己出海游玩的短片，只见她身穿白色比基尼，大方秀出火辣身材，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。平坦的小腹跟产前一模一样，一双大长腿更是十分吸睛，性感又漂亮的画面获得粉丝们狂赞。然而这则限动却引来不少中国网友的批评，认为她骨瘦如柴就不应该这样瘦身材，还算她缺乏自知之明，甚至大骂她是娱乐圈的耻辱，似乎对她并不待见啊。